听说最近超声根管治疗仪的风很大，国内外的专家都在用它做根管治疗。今天小鱼就来给家人们分享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家人们，咱就是说超声根管治疗仪、超声解压机，真的傻傻让人分不清楚，有没有？今天小鱼就来给大家掰扯掰扯。第二点是功能特性不同。首先，专业的根管治疗设备对主机的程序设定、手柄的内部结构设计以及手柄和工作间的螺纹搭配方式都极为的考究，使用一次 D600 真的可以惊艳到你哦。然后是内正弦波的输出。哎，作为一个文科生，一听到这个波那个波就让人头大。简单来说就是改善输出，不会像普通解压机一样有瞬间冲击的电流输出，整个治疗体验会更加舒适。其次是实时频率跟踪。家人们有没有发现，市面上现有的工作间型号真的是多到令人发指，特别是根管治疗的工作间型号款式众多，不同型号的工作间长度、形状和材质都有所区别，哪怕是同一款工作间，在水量和根管环境不同的情况下，谐振点也会发生改变。针对以上错综复杂的变化情况， D600 能够针对不同的工作间特性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并自动匹配振动频率，保证工作间可以在最佳状态下工作。一些产品没有这个特点还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好比梅克的王八垫桌底儿。三，拥有独家专属工作间套装。首先是高分子荡洗工作间套装， PEEK 高分子材料荡洗工作间，既柔软又可靠，一些弯曲根管也可以随心操作，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担心断针哦，因为 PEEK 材料非常轻巧，就算断针了也可以自己扶上来哦，并且还可以高温高压消毒。然后是根管大师工作间套装，大师驾到，诸魔皆退退退。根管大师套装六枚工作间各有各的看家本领，松装去罐取断针，随枪修整找根管，可谓是套装在手，打遍根管无敌手啊。家人们擦亮眼睛选帮手呀，啄木鸟33周年老品牌，值得信赖。距离大师，你只差一台D600啦。